Hello，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飘雪。女儿说的想吃那个什么椒盐田鸡啊，然后阿牛那天买回来了，有两天了，一直没空做，在冰箱里面。然后今天刚好有空，准备做来吃。椒盐田鸡，我们买的那个唐人街买的那个是活的田鸡，一磅7块钱。现在给你们看一下，我觉得很恐怖。这宰杀的过程有点血腥啊，我就不跟大家分享了，我也不想拍，我看了很怕。一会儿等一下他杀完之后，看他怎么煮的过程嘛，就怎么腌制，怎么做的过程，一会儿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我们家安妮很爱吃椒盐田鸡，所以说那天就说买了，小孩子都很爱吃，不是说只让安妮吃，雅文也吃，我们大女儿也吃。小孩子比较爱吃，包括我自己也比较喜欢吃椒盐田鸡。这两个来帮忙了，在做游戏的，来这帮忙。看看。修女，你是修女吗？戴个帽子。看了都不敢吃了，感觉好了，杀好了，阿牛杀的，你看都把它剥皮了，已经罪过罪过罪过，阿弥陀佛，罪过罪过，阿牛说好残忍啊，我都不敢看那个场面。什么就亲我、啊、宰杀的场面。再切大一点。对啊，椒盐太小了，没东西。这样就切。这就一节就好了，两节吗？就一节，就这样。本来加一下，太小。可以了，就这样再切一下。再把中间那个脊梁给它拿掉。啊，对，可以。切断就好了，等一下腌制一下。现在把这个田鸡给它腌制一下。盐。盐。鸡精。鸡精。点点糖。糖放一点点。去腥味。要久一点点啊。这啥？椒盐粉。椒盐粉。一点点。蚝油一点点。抓匀一下，可以了，这样腌制一会儿，腌制多久？半个小时。半个小时，20分钟也可以。阿牛说他在做个麻辣香锅啊，今天，他说麻辣香锅随便你想换啥就换啥，虾，然后这就是土豆跟莲藕。还有这边一大堆，什么都有，芋头，就那天火锅，我们吃火锅剩下的很多东西啊，香菇，什么什么什么蟹爪菇，什么菇不知道什么菇，豆腐皮，香肠，鸭掌，培根，想换什么就换什么，他说的麻辣香锅没有规定一定要换什么，你想换什么都可以，他说。
好像可以啊，可以了，好了，这个味道干干的，这转两锅是吧，做的正宗不正宗啊，有没有评论区有正宗的川菜师傅可以教一下啊，我们这个川菜可能做的不是很正宗的，乱做的，这哪有什么不正宗的，有的川菜师傅人家做得好的， OK， 我看过川菜师傅每个人都做的不一样，好吃就可以了，这菜做的好吃就可以了，没有什么正宗不正宗的，可以了可以了，写了一个，跟你讲，所以你用手机拍更好，好了，结束了。没有那个酒精灯锅，没办法，只能这样了。